昨日无甚疑之，盖以小人之腹测君子之心耳，惨感无忌。按秦昭之心，若非能无人欲，稳全天理，与此绝色女子日同食，夜同寝，经数十日之久，能无情欲乎哉？秦昭不愧甚得君子，此女亦属贞洁淑媛，亦得真心，令人敬仰。因附于此，用广流通。民国十一年壬戌，是印光时，凡历十二德，林氏集分三卷，首卷搜罗往事，所以兴起其戒淫之心。四卷与西条分，所以开成其戒淫之道。末卷社会问答，所以兼顾其戒淫之根。由浅入深，不容道志。临集中所缘因果及古人议论，出于何书者逐一注明，故其可考。设故见他本，则错取之，以利其余。临古埋真银二案，每多脍炙人口，苟非事机显明，盖行删去。其有现在因果，从未堪行者，兼多怒之。临其人记事，往往连篇书写，不分门类，故阅者已于深辨。兹独因事刁民，因民力劝，处处拨人心目。临首卷事机，采于百家之书，其间雅俗繁简，各个不同。今则见家改销，如出一首。临戒淫等书，前人多所发明，然大都真以旧事，用锤劝诫而已。欲其将下手功夫，一一屈指于中，卷之万象高博，则从来未有也。临劝世之文，有出月之如长江大河，甚是可喜。即细按之，执一二与可恶者，兹即痛隔其病，故受持一篇，皆言简而易赅。民虽戒淫，而今世之道悉被其中，懒者性不如走马观花，没其用心之苦。临淫欲之源，皆生于爱。爱心不断，如草留根，向春复发，故中卷不尽等观，皆从未有淫欲之前，断其或有淫欲之念，身体力行，方见其妙。若以造心悦之，为其无关于本质，则磨牙为之苦咸而弃矣。临前二卷中，戒淫之道几倍矣，要其所已然之目，不能无疑。故末卷作百般问答，以成一级之大观。临世人切身之患，莫大于生死，不问如是，皆当究心。今人视为佛学，未言久矣。世即既志在令人，何敢畏首畏尾？故中下二卷内，凡生死之故、幽冥之说，孤就管窥，述其一二。临本集三卷，细分之有数十册，皆算定自述，自谓其器，不为厌于增补，且处处可作斗方，言之作右。临著书问世，元气极难之事，俗则不合于文人，雅则难通于畴类，愚者显之，犹疑其晦，智者精之，以病其粗。虽其甚显于今日，犹不能尽欠斯人之意，况无柴后学耶？此即所论戒淫，有为保家而发者，有为保身而发者，有为祸福消灾而发者，有为修身养性而发者，有为超生死出三界而发者。
辟之药草四中，万物皆备，唯在自食其病者取之耳。御风淮西居士时，原引大藏目次华严经法华经般若经宝积经楞严经圆觉经涅槃经佛本行经密严经阿含经法具律经过去因果经梵网经达毗律经禅密要经普要经出要经威德陀罗尼经维摩经三界经八师经处胎经摩耶经修行道义经僧护经幽田王经提卫经月上女经摩瞪女经夜报差别经莲华念经乙肝子经造像经七佛灭罪经禅药科律经大阿弥陀经优婆塞戒经四十二章经日明菩萨经显于因缘经启示因本经楼叹正法经十二因缘经正法